从开始到现在，我所做的一切一切，我都想好好唱歌。梁博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声音的力量，非常独特的、干净的一种力量。我特别喜欢梁博唱。当宣布我走进中国好声音盛典的时候，我感觉比较意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走到这一步。他的声音非常年轻，年轻的摇滚青年。13岁的时候，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把吉他。当我拨动琴弦的那一刹那，我整个人的感觉浑身都酥麻了。梁博这孩子平常大家看到他是不爱表达，但是只要说起音乐，他就是有滔滔不绝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很多次的嘱咐过梁博，希望你以后做事情呢，就一定要左手是人品，右手是作品。无所谓是喜悦。我觉得摇滚并不一定都是愤怒的，它其实是充满阳光的，充满爱的。梁博，今晚你要唱出你的态度、你的自我、你的坚持，加油！今晚我要带来一首《我起的回来》，我觉得该属于你本身内心最纯粹的东西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它应该要回来，也必须要回来。有请梁博带来《回来》。这深夜抚摸寒星，我只想走进圆月亮，一直太寂寞，一直太凄凉，重复着孤单的飞翔，没有呼唤何时才能到梦想，没有回答哪里才是我的去向。